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修，欢迎来收看这场青红青帮组这个叶枫的比赛哈。叶枫可以看到呢，他因为是来自一个抢29的，他现在是处于劣势啊，所以上了这个仙人模式哈。仙人模式如果说是帮组的话呢，对帮组是吧，你得高他一个级别啊，比如说仙人模式得灰灰的仙人模式打他才有效哈。不知道叶枫这波打的有效没有啊，刚一下丢波啊，叶枫拼命的压啊，不是这下刚好想抢啊，被卡位卡到了哈、啊、抢一个重手直接一套。再来看看这个大猪打这个千鹤，这次过来继续过来跑一下哈、啊、叶枫呢也是没乱动，再注时再踢，哇、哎，又被逼进角落，哇，这下大猪可能得死在角落了，先想办法把气攒起来吧。对了啊，多留一些资源给这个大门，只能这么去打了。看看啊，看看帮主最后一个人推波掌跳低，亚洲要进攻哈、啊、就是在那里摸一摸，诱敌深入啊，刚好跳过来一个战逼就踢到了。哎，驾招成功，可以，这次进攻并没有什么效果啊，叶枫还是喜欢跳啊，一跳过去也老是进了人家的坑啊，挖好坑等你跳了啊。好，这一次下招没有中哈、啊、直接前冲一个战鳖。看看这把路是谁手，叶枫会不会被反呢、啊、大门说真的哈、啊、就是有气的情况下这个八神要打大门也不好打呀，而且面临着一些比较会防守的这个大门。哎，落地这一次想抓可以，好，空防落地直接一个地狱击落，会不会被反了，要反三了吗？好，做发一个波带着相杀，咦，漂亮啊，果然是被反三了。好的啊，大家喜欢的可以点点关注啊，关注修修不会走丢。